哎呦我操！哎，干啥？哎呦，这么吓人呢？不是大姐，你来，你从这边来说话来。不干啥呀？吓我一大跳。你不觉得我今天和这个大自然很配吗？大自然是绿色，我是清新蓝色。谁家大自然还穿多巴胺衣服啊？多巴胺是啥？知道不？啥？开心快乐让你快乐的那个精神。哎，来去那边快乐去，你让我放空一会儿。我难得说让我自己享受一下清静，你就别快乐不？快乐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快乐快乐快乐。我记得你来时候穿的不是这身啊。我带着衣服了，你出来郊游啥的，你不得是多备两套吗？一会儿聚会的时候，吃饭的时候，人家就要穿那个，礼服晚礼服啊。我到时候给你拍一张照片。拍那个有点暴露，那有点暴露，这个就是稍微能这个收敛一点啊，也能不行这个发型特别适合我。哎呀，是脏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地主家的傻儿子，哈哈哈哈。